China? Yes. All, discount? Yes, all the way. $25,000 for now. Crying. 然后我们看看门外有什么。哇，门外好多鸭子，好多小鸭妈妈，是不是都在门口等着我们呢？是不是？嗯。喂食，不知道应该是鸭妈妈带着鸭宝宝一般。嗯，看那边有好多鸭子，对面的叔叔已经起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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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看看前面，看前面，他们在前面干嘛？被鸭子包围了，啊！又过来一只鸭子。我们没法走了，是吗？有法走，我们马上一会儿出发。嗯。今天8月29日，我们今天要去参加杜塞尔多夫的房车展，所以说我们现在准备从荷兰的营地出发了。我们来把灰水排一下，很多的游艇都停在这里，这是只是一侧，那边一侧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了，准备去杜塞尔多夫，然后大概离这儿有40分钟的车程。好了，我们灰水拍完了，准备撤。哎呀，好了，正式出发了。这玻璃我也没擦，昨天晚上下了场大雨啊。然后这边是大船。这边几艘大船，特别漂亮的大船。OK， 我们今天下一站杜塞尔多夫，去德国了。好远，停了一大片房车，哇，这会把沿海都停满了呀！这河边停满。哇塞，车展的标都已经上了路牌了呀！这好多房车，遍地都是房车。众所周知，杜塞尔多夫是非常有名的博览会城市，一年四季都在举办各种行业的国际展会，比如游艇、珠宝还有机械等行业，其中房车也是做到了欧洲最大的房车展，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恰好时间合适过来感受学习一下这最地道的欧洲房车文化。这杜塞尔多夫房车展很像国内的北京房山的房车展，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片车友露营的区域，我们在网上提前购买了露营的门票，所以现在直奔展会的停车场营地。咱怎么干嘛去啊？咱说是就这儿进房车呀。我们有票吗？我买了，我不知道是买的从今天开始。Yeah, can we can go in? Thank you. Thank you. 但是可以看到门口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房车补给设施了，排水加水都可以在这里一次性的解决。相比之下，国内的展会车友露营区条件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Fresh water. Excuse me, is it drinking water? Yes. Yeah, okay, thank you. Mm-hmm. 还有人帮助我们，真是太周到了。Toilet? Pardon? Toilet. 他说黑水是那边。Thank you. 你要倒把黑水。It's empty. We just come out from a campsite, so we empty everything before we go. 我们加完水，补给完毕。开完了，往里走。补给完毕，我们出发。Information. 是要。You will stay here, yes? Yes, we're gonna stay. We have reserved now, huh? Yes, we did reserve. 你有预定吧？我有预定，我看我先。We have a reservation. Okay.
Yes. Yes, all the way. 25,000 for now. I have a question. Tomorrow in the evening, we have a television show from here. Yeah? Can you here at the time at 6 o'clock? Can you Sure. Here? Sure. We'll make a picture for the TV. Sure. Yes? Sure. Oh, no problem. Okay. Stellst du in der Ecke hinter dem Schweizer Reihe? Die erste Reihe in der Nähe vom Zelt. Ne? Follow me, please. Oh, thank you.啊，房车家族，他写的是房车家族的吗？是是。Hello， 你好。How are you？ Hi。Recognize from your cap 。Moto MHC， Moto China。哦。啊 ，Yeah， we are from 21 RV。Last week。Yeah。Yeah， the fair。Ah， you went to China last week。One week ago. Yeah, good. Talk to you later. We talk first. We're here. Yeah. Okay, we will find you later. Motorhome China. Yes. Yeah, we know. We are from the 21 RV, the Motorhome China. Okay, see you later. 他上周刚去的车展。我们已经到达杜塞尔多夫啦，现在在杜塞尔多夫展会的停车场，准备参加一下这个德国号称最大的展啊。我们的位置也非常好，刚刚好是在酒吧的旁边，吃喝都方便了，这次静待其他人的到达。溜达一圈啊，整个停车场已经进来，我觉得有将近千辆房车了。有两侧两块大的停车区已经停满了，我们是等于说第二块停车区最后的几个车位。真的是一个世界房车的一个大聚会啊。树上真的好多，真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我们叫做震撼，在营地里看到了同款车的俱乐部啊，齐刷刷的一排，又齐刷刷的一排，这又停着好几千万呀，这是啊。这大车摔爆了，这是刚刚进来的一辆越野房车啊，非常骚气的绿色。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房车呀，就跟国内的房车展比起来的话，这个唯一的区别就是这边的大车忒多了，全是大车，动不动就是 A 型的，那边上全是 A 型的。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on horses.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I'm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傍晚的时候，一起约好的另外两位车友也到了。我会念的书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了。还有味吗？好了，我们终于要接来自北京的货了。我们委托从北京飞来的王同学，把我从国内重新采购的设备人肉给背过来了，我们顺便来交接一下。许个愿呗。箱子可以到北京吗？这是谁？先从小件的开始。这就是相机相关的，电脑的。
服。啊 ，UV 计。妈呀！电话卡来，妈妈，这你的。哎，苹果手机。手机一台。两万多的苹果。我操，大爷！这钱花的。真漂亮啊！好漂亮，都是钱呐。这升级了，换代了吧？并没有，跟以前的是一样的。没升多少。啊，那年什么机？哇哦，这相机可是一模一样的，头也是一模一样的，真棒！哎，充电器，耶，大爷，涅槃重生啊！大爷，看见没有？这里边下滑的嘴，还有冷嘴那个。哎，这是每交接一个，心都在滴血啊！今天晚上都有好多人在围观啊，因为我们正对着就是 bar。所以围了一堆人啊，我们这个位置实在是有点像展区了，有点来喝酒的酒吧的人喝完酒就过来看看我们的车遭围观。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 day would seem to turn into love.